还放激光，你看，哇塞！外面全是真的墙门啊什么的，结果里面是搭的井，你看，正面是井啊，其实反面全是搭的。当时张嘉译老师就在那个房间里面，然后还有游泳老师，就是上一期那个，他爱国的那个，那天闫妮儿也在。就是那个佟老板，然后我还厚着脸皮跟他合了个影。Hi everyone, I'm in the Licoting Salt Reviewer 一百老徐。那么好久没有评测过烟油了，那么今天我来给大家推荐一款烟油。而这款烟油呢，是今年四月份我在深圳的电子烟会展上被我抽中的，当时我还专门采访过这个掌柜。Hi, my name is David. I'm the owner of Conquer Liquids, part owner, and we manufacture liquids in Canada. And on this side, this is rope cut. Rope cut is a play on word. It's a cut of tobacco,、mm-hmm. and it's inspired by sailors. That was the favorite type of tobacco to put into pipe, hence、the logo.Skipper is our number one seller, very creamy custard tobacco. We sell this in over 25 countries. 25 countries. Okay. Thank you. Rope cart, 砍绳子啊。Rope 是绳子的意思， cut 是切割砍的意思。那么当时带过去的只有 skipper， 因为他说这个 skipper 是在国外拿过那个 gold rewards, the best tobacco, 就金奖烟草的口味。当时呢我也抽了。感觉确实不错，非常好。因为从去年九月份八九月份到现在，说到烟草的话，我们首推的还是 Halo 的 Ultra Salts 超级烟系列。那么它毕竟只有两个口味，那当然它不止只有两个，但是它实际上就抽的最多的依然是翠微卡和十五任焦糖和可可。那么绝对零度啊，薄荷的它不算最好抽的薄荷，但是也算是最有劲儿的薄荷。那么其他的Evo 系列的咱们就不说了，好吧，因为最热门的只有这两个口味，那么口味是不是太单一了？那么在其他的烟草方面的话呢，也无非是啊，像 Costar 奶油烟草、黄油烟草系列啊，要不就是经典烟草、就中式烟草，或者是坚果烟草系列。那么但是实际上在电子烟的烟油消费里面的话，根据我自己的这个经验的话，确确实实也还是烟草口味的销量是最多的，因为绝大部分的人的作用的目的还是体验，而烟草是最不容易抽腻的啊！我不知道你赞不赞同我这个观点啊，但是我相信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感慨啊，抽了这么多，抽了一圈还是翠贝卡最好抽啊？为什么会这样说？你说翠贝卡很好抽吗？说实话，它在味道上它并不是一个十分让人愉悦或者美味或者把你 hook 住的，但是你会发现它确实是最耐抽的。Rope Cart 全部是以烟草味道为依托的，然后在烟草的味道上再加上其他的食品或其他的味道，就做一个调和，以做出让人就是感觉到fascinating 或者是更加诱人的一种体验。
Cart 系列呢一共有六个口味，那么其中获得金奖 Tobacco 金奖烟草的这个奖项的口味叫做 Skipper， 按照它的官方介绍的 Custard、奶油或者黄油的烟草。你说奶油黄油烟草啊、现在太多这种奶油烟草黄油烟草了，但是有一点我知道你们发现没有，目前我们抽的所有的 Custard 也好还是 Butter 的那种奶油烟草也好，有一点就是他们的奶味或者是那种黄油的味道都比较偏重，容易起腻。我当时为什么会对 这款油抽中，当时他并没有跟我说这是什么味道的，只说是 Skipper 啊。我当时抽了一下，他们当时展位上用的是应该是用的鹦鹉螺，我记得好像是，我一抽卧槽这味道，当时我的解读是什么呢，是有烘焙的香味，有点类似于咖啡味，然后呢带一点点酒味，当然主调依然是烟草。它的这个烟草系列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主调全部是主打烟草，然后在烟草的基础上再加上一些其他的调香来丰富它的整个感觉。而我们现在抽的很多烟草风格的除了中式烟草啊，它们主要是以附加调香为主，就是它的烟草味道会比较大。你以翠贝卡为例的话，你告诉我你在翠贝卡里面抽得出烟草的味道吗？然后它是48毫克的啊，没有像超级盐那么一口就戳肺就是的感觉，但是气候感也依然非常强烈，也远远比国内的绝大部分丁盐的气候感要强烈的多。它大概是2到3口你开始上头，但 它没有像超级盐那样我第一口就嘣，大量的感觉没有啊。这方面超级盐依然是牛逼的，但是如果你想在超级盐以外在烟草方面你想需要有更多的选择或者好的味道的话，我建议 Rob Cart 必须要尝试一下。我为什么要用卡里蹦呢？因为就像我说了一下，卡里蹦目前确实是小烟里面解气最好的，虽然它吸足比较空啊，但是我抽习惯了之后我感觉还是蛮舒服的，因为它空开非常的灵敏，并且因为它解气好，所以我用它来拼测烟油是最方便的。在看了官方解读之后，口味解读之后，我再来抽，才把那个味道，就是我那时候一咖啡那种味道啊，就往那种奶香黄油啊奶油的那个方面去靠。因为在外面喝的像星巴克也好怎么样好，绝大部分都是像喝的加奶的或者加糖的嘛那种感觉，所以为什么我当时第一感觉会感觉像咖啡，就这感觉。然后它的那个烟草的感觉大概占60%-70%啊，剩下的30%-40%就是这个 creamy 的那种。然后它虽然说没有带酒啊，但是我依然在里面感觉到似乎有一丝那个酒味啊，这个并不是我一个人这样觉得。总而言之 Skipper 啊，我是比较推荐的啊。然后第二，它也确确实实是获得了，按照他们的说法是获得了五项这个 Vape 展览的一个奖项，所以说明他这个口味在调香上是获得在国外是广受认可的。然后我自己也抽了，确实不错，当时也是看中的，但是我并不知道他是获了奖的啊，我是后来跟他们联系之后他告诉我他们刚刚又拿了什么什么奖什么什么奖，哟不错哟。 Rob Cart Skipper You have to try it if you like tobacco. Nice, very very nice 这个味道，哇，好吧，好的，这是 Rob Cart Skipper， 我已经好久没做过烟油评测了。那么这一次的话，我要推荐肯定就推荐好的，好东西啊 ，100% 加拿大进口的，值得你试一下。好，这评测就到这里了。这一次的话，我直接抽三个粉丝，依然是送出神秘的爱，是烟油还是电子烟呢？这是个秘密，好吧？好，就这样了。嗯，因为沉香这现在。